杨坤老师，下一位应该要出场演唱的是，就先由我们的金志文。金志文，选择一个。金志文的对手，丁少华。丁丁将和周鸿宇争夺最后一个席位，我们请剩余的学员先下场休息一下，导师考核开始。志文上台，一个席位属于他们两个，谁呢？丹英老师，丁少华。哎，我今天对你
就刚才这轮表现，我真的是觉得特别不甘心。我觉得这不是你真实水平啊，还是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。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我觉得他唱得很放松，他整个表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方就是放松。我不知道他紧不紧张，但是他很放松。梦想导师 Coco 老师，金志文，你刚刚的表演让我好感动，我差一点哭出来了，我现在要忍住忍住。很棒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刘欢老师，这个红角，你第一次给我们演唱的时候，我感觉你心里积压太多东西。刚才这个演唱，我觉得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，反而你把整个这个歌曲表现得特别的顺畅。没有毛病，谢谢刘欢老师。希望你以后坚持下去的状态。刘欢老师，当两个人抽到一起的时候，小文，我看到你的那个表情，你好像是挺释然的，但是你的 A 段受到了影响，但是到了副歌以后，你就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，你就可以让我又回到了你第一次站在台上唱《为爱痴狂》的那个状态。又找回来了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。少华，我是特别希望你能够走得最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一首这样的歌。对今天的发挥，我是有一点紧张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一定不是这个水平。袁坤老师，这一轮导师考核，你的决定是？未来能够在这个台上表演的是金志文。恭喜金志文成功。金志文最终得到了进入表演秀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他离梦想越来越近了。加油，小文！有什么要对你的导师说？我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带着我的吉他走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把我真正的节奏和我真正的音乐带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听。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开始。谢谢。这一次的离开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表现，祝福丁少华能带着他的吉他将自己的音乐传遍世界。